就挖开第尾门嚟讲，照拜呢边啲嘅人这样子说，呢个系我为你写嘅身体，你哋以后咁去领受，为嘅系纪念我。这是我们为你们而舍的身体，以后你们当如此去领受，为的是要纪念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预备我哋嘅心去领受主耶稣基督嘅身体。我们一起去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请这个先，尤其是四。当门徒领完饼之后，当门徒领完饼以后，主耶稣照样嘅攞起杯嚟祝谢咗咁样讲。主耶稣基督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。这杯系我用血同你立嘅新约。这杯是我用我的血为你们而立的新约。死罪得赦，死罪得赦。你哋要咁样去领受，为嘅系点啊？你们当如此去领受，为的是要纪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。让我们去领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留的宝血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去领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留的宝血。约翰一书这样子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必然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安静，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安静。我的思想有得罪人，得罪神的地方。至于思想，我们有没有得罪人，得罪神的地方？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认罪悔改。我们在神面前去认罪，去悔改。我们以我的行为光明中。我要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。要耶稣的名吧。约翰一书这样子说。我们要在光明中行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就彼此相交。他以及耶稣的血，他儿子耶稣的血，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请问怎么回答？有请会。